让开你！这在光不光柱子了，直接把铁条给我拧拧半拧死。那铁条时间长了，不是铁条会断吗？你可以再绑铁条。那要是用荷叶，直接用荷叶的。给我切成荷棒了。牙都搁这上面。你这回煮这样，不中那哪管呀、啊？管门不好管，看这样开，往这样开门管，我看，看不，这铁条往这上面绑，这样开、啊。这主要这边不结实了，这边咋结实呢？这边咋结实呢？我都不明白。上一天，这铁条都给豁裂了。我说这边咋系住呢？绑在竹竿上面。不是，直来直上。这个门儿跟这边这个咋开？咋关？咋系？这都好弄，这都是好弄的东西。我这有点太长了，太长。他铁都跑了干嘛？老不要那个两家的在这了，你这个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。来，你把这个柜子来捂，关这样也行，先暂时这样用着。你是不让他那管？你叫奶奶管咋来？聪明的很。俩床头的。俩床的床头，我给你。别在那捏嘛，这挺，别在那捏，越能说越好。我怕冲，冲硬了。拧了那头啊。扶着，还得扶着。俩门还不一般高，得提，好几十。不一般高，那边挂的这边高的，这边是地势都高。管那个养活不来，不好了吗？管大洋不管小洋的，这个咱钻下了，小洋该钻还是钻。小洋可别钻的时候疼一下，把它弄断了呀。那铁的它六斤也能干。先磨来磨去，转来转去，搁在这。它六斤，不给它穿，我留一三万，我留一三万。这个还在给钉个槽子里，槽在那个地方了。钉个槽子，成了那是在那个那个的，好了。上了套，还得再静养着，窗户再固定死，这不是固定死了。这个，刚才弄了，开的也没用。咋样？大功告成了，俩门弄好了。365嘞。前面，前。这个空竹子不是好了吗？扎的，这个扎的系在绳子。别动啊！我有点长没有。长过。绝对有。咋没有？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出来了，看哪弄了？妈。吃不完了。吃不完的。那得吃吗？来不来？不来。不是，我这个地方是直接揭开，还是直接放门上？不是吧？拿来。就这。哎呀，那门开门，那不得揭开吗？这不得揭掉吗？
金秀兰那秤子不在这，拧秤子上。拧秤子上。嗯，拧那秤子上。不是花老爷，别弄板子了，都在这。拧那边，拧这边个是铁柱子。这个拧的。哪一个？你别再不能拧了，不能拧的你。你打开门，我想想，我那不是啥子拧过的，门网，那不是破的吗？那是鸡蛋的吗？鸡蛋的那拧的，我那快，快，来压这个，这样的，来你这，压这个，先放那吧，我在这边弄，把刀拿给你切。爸，你到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这切到哪来了？这出来的哥，这出来的，出来，然后。油花，你搁这地方鸡蛋。上外边，这给进的，我不能用我开门。我给进。我原来原来这个是，这门上挺大的。你扶着我，扶着。你贴条件。你扶着个，你也扶着。扶哪？这个。这边的已经固定好了，两个门也弄好了，现在固定的是这边的。浇的肉挨着边边儿的，这注意一下，这别碰着了。说这么近，我别急啊，这个。来，我接吧。放那块儿了吗？再留渣子，留渣子扎手。留渣子你也不行，留渣子不就是不可能吗？还剩下这个铁网呢。不出去了，我今个都在这待着了。好，那你看如阳铁门也闭上，铁门也闭上。中王。哦，就在这看。我要成吧，我数了几个来，拿筷子都成问题吗？咋都像挤杯成型？就为了想这两个门想的主要时间长了，不知道咋固定啊，应该是最后慢慢弄固定好了，还好其他的都快一点了。三天的胳膊两个腿儿，锻炼锻炼是经常的干这活，你都不嫌累了。